由光复社会处结合了第三世主会、功德会、慈善会等多间民间团体甲各级的善心资源，准备了北美顶的明星物品，要发送予第三六个地区总共150户的弱势家庭，希望帮助因也会当过一个无负担的五一节。啊，希望讲连接咱社会资源吼，来提供物资哈，啊，好，咱家弱势家庭哈，伫端午节时阵哈，伊迄个生活物资方面哈，可以受到一个疏解哈。啊，咱今仔日诶，物资发放有包括物品的发放跟奖助学金哈，啊，所有受益民众哈，才150户，好，啊，咱有12个团体哈，来甲咱帮忙。为了感谢这些民间团体热心关注，关怀社会处也专工赞赏感谢状。其中第三功德会也强调，希望因的抛砖引玉，会当提醒更加侪善心人士甲团体，会当多多来关注这弱势家庭。真感谢讲，即个县政府社会处吼，我们有这个机会，爱当大家发放物资吼，或者在低收入的加在清寒学生吼，啊，即个经济无好安尼，大家拢。较生活较困难吼，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抛砖引玉吼，会当讲捐寡钱来救济一下较困难的遐孤单啦，然后低收入来讲清寒学生安尼吼。今仔日的慈善活动现场要安排义诊以及福福基金会的义务法律咨询等的免费服务，吸引了真侪第三民众前来参加，也让今仔日的关怀弱势家庭的物资发送活动是更加有意义。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